明火山突然喷发出熊熊火焰，深焰中的橘红色火焰忽大忽小，点亮黑夜。6号晚间10点，万丹尼火山喷发，这次的地点在万丹后村，在风力助长下，火舌目测高达约5公尺。也是今年呐、它有两个，我们住屏东市的。看到这几天有。对啊。看到那个屏东即时新闻，这么大的？没有，之前的都没那么大，这次比较大。泥火山喷发，纵使在晚上，还是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围观。不过喷发波及旁边的农田跟菜园，连菜都着火了。安尼啊，你无肥，这个顶梯梯，你淹水就接顶，你是要哪做？这哪去做庄啊？盖好啦，做庄啊，变做庄啊土做顶啊。因为喷出了泥浆，淹没附近农田，土质僵硬，种不了东西。倒是有人提议，不如把泥浆做成砖头，还能发挥不同效能。记者张春华、刘玉婷，屏东报道。